来举手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准备要跳起来吧 ，One。男生的事，软弱。
有能力。举起我们的手来。罪的赦免就是一过都变全新，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自由的一群，主谢谢你，主你要你说你的恩典已经降临，你的恩典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。亲爱的姐妹们，在圣经上面讲说，他说若不是耶和华搭救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，但是 the good news is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 Amen, Amen。 因此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是充满的感恩。邀请你将你的手张开，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带着一个更多亲近他的一个 posture，与你心连心。
清白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，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深深地清白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，让我奔向你。扬声来，扬声呼喊，双手让我奔向你，扬声呼喊，扬声呼喊，耶稣我爱你，高举双手让我奔向你，我的耶稣为我舍命，爱我的救主，我真可深地清白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Even more， 深深地清白，深深地献上我的爱，一生只愿深地清白，深深地渴慕你同在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，愿我更多被你吸引，与你心连心。特别是在旷野当中，那样子敬拜带有极大的力量，因为 we made a choice， 我们的选择是要跟随，我们的选择是要大声的敬拜起来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
秋的日子，你披着旧袜，新时的天赋，我依靠你。
的神，你是我的神。